我去，哎呦我的妈，哎我，哎呀，我又摁出来啥了，哎呀我的个妈。老摁错钮啊。哎，我枪呢？悬崖，我拿着喷着啊！打打打打打！去的！哎！我的妈！哎呦我去！哎呀，不是，那个什么咋 boss 啊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五发子弹啊，把他们都给杀了。这能钻进去吗？人在哪儿呢？那主屋里边呗，正常应该。找到了贵重物品，把贵重物品放到指定的地点。我得回哪儿去啊？指定地点。那我现在走就可以呗？还有东西没有啊？有，拿什么东西啊？马用复苏品。我现在玩这个都是有点那个什么，有点二把刀啊。这还有呢？啥玩意儿？啊，小耗子。我怎么老摁出来东西呢？还有什么东西？小饼。我去，我这还有限时呢。那我看看啊，我把我的马招过来。还有人吗？马过来了。枪老掏不出来，厕所啊这是。不行啊，我得翻啊，我穷疯了现在。这都能翻，看着没？柜子，打开柜子，什么东西？拿去。铂金项链，金耳环，还有没有？有小苹果，拿去。那也是个柜子，玩溜溜就好了啊。罐头，不是罐头吗？咖啡粉，糖果，没了吗？看看还有没有啊？这也是个柜子，翻吧。什么东西？强效蛇油，没了是吧？哎，这还有个柜子，我去的，啥也没有啊？这还有房间呢，翻吧。那我，你说我这任务我先不完成，拿取，拿吧。还有吗？啥也没有了，这里边也是啊。咱们要东西送回去吗？拿取一包烟，好像是香烟，没了是吧？哦，这还有一个，打开，拿取。这什么东西啊？香油，没了是吧？应该没啥玩意儿了。这边是厕所，这是马棚，应该没啥了吧？应该没啥了啊！送到指定的地方，走吧。咱们看一下规划的路对不对啊？他是让去这地方，我好远呐！我们能不能直线过去？这儿啊。